以我多年做海盗的经验来看，老人藏宝图应该是他身上。可是我怎么有资格拿到他的衣服？我知道他喜欢吃肉，我应该将一坨肉丢到水里面，他看见了肯定会去捡，他进水之前肯定要脱衣服啊。当他脱掉衣服的时候，我会悄悄地走过去拿走衣服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聪明啊。